宝贝来，妈妈帮你。哎呀，不知道你们集训的地方伙食怎么样，冷不冷？还是把这些毛衣啊、外套都带上吧。妈，不用，现在不冷。晚上冷。有一种冷，叫你妈觉得你冷。妈妈能不操心吗？宝贝，你第一次出远门，要不这样吧，还是让你爸爸明天送你去。妈，不用了，我集训就一个月。 干嘛呢？糟糕，被发现！牛吗？ 确定是在梦游，不是在整我。外婆，我每次到一个很久都没有人住过的房间睡觉，我都会梦游。对了，那个客房啊，好久是没人住了。哎呀妈呀，你说的吓死人了，真是。小梅啊，你亏了是在家里边梦游，你这要是梦游到外边去，那得多危险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今天晚上。 我会又梦游到外面去吧？那不是正好啊！别害怕，小梅啊，今天呢，你别睡客房了，跟外婆一起睡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跟外婆睡在一块儿，让外婆晚上好好看着你啊。可是什么呀？我在国外做过睡眠监测，医生说我有很严重的睡眠多动症。 睡眠多动症，哈，就是我睡着的时候啊，手和脚都不受自己的控制，会打人的，所以我只能一个人睡。啊，那么严重的？哦，那怎么办？那其他的客房也都是好久都没有人睡过了，总不能让你睡客厅吧？我有一个提议哈，不知道表哥会不会同意？不同意？就是你能不能把你的房间让给我睡？ 不可能！我一个青春期的男孩，我有很多小的秘密的，而且我不可能把房间让给你，而且我不是刚刚说过我不同意吗？舅舅，那看来今晚我真的睡客厅了。不可能让你睡客厅啊！哎，小辉啊，你妹妹她是一个小姑娘，又是咱们家的客人，你让她睡客厅吗？你这把你房间腾出来，你得换房间。爸，你奶奶，你帮我出去。你表妹来咱家也不容易，你就让她吧。奶奶。 怎么连你也不帮着我啊？我这帮你啊！我一会儿把那客房啊给。
紧再整理一下。不是，奶奶这算哪门子帮啊？谢谢外婆，表哥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我不好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吃吃吃吃吃。不能乱碰我的东西啊！这知道知道。第一，不能碰我的乐高。我不行。第二，不能碰我的床。你有病啊！床不碰我怎么睡？行，那床可以碰啊。那唯独这个，碰都不能碰一下，记住没有？啊，知道了。你赶快离开我房间吧！走。记得我要叮嘱啊！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bro， 我想死你了，进来太是时候了。你这怎么了？奶奶好。他二表舅来了。哎，还没吃饭吧？啊，没呢。我去给你做饭去。不是不是，太麻烦你。哎，这有什么麻烦？你别客气了，来来来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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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你怎么来了？找你借望远镜啊，你家不是有吗？不是，借望远镜干嘛呢？追星。好，来关注天文方面的消息。根据天文预报显示，今天晚上到22号将会有一次非常罕见的木星与土星相合天象，亮相天宇。从地球上看过去，望远镜借给你没有问题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带上我一块儿去。不会吧？你对这件事感兴趣啊？今日不同于往日，我现在务必要甩掉一个冤家。你说谁是冤家？呜呼！哇，七位哥哥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哎，禁止肌肤接触。嘘。这位是？这位。嗨，我叫苏西。蓝静辉是我表哥。亚兰哥哥，你叫什么呀？啊，我叫林东。哦，林东哥，见了真人，我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他比你帅。谨言慎行啊！怎么说？哎，行，你那个望远镜在哪儿呢？我去拿。我带你去啊！我知道。望远镜拿。说什么呢？要不这样吧，你不是要跟我一起去吗？到时候你拿着就行了。我先走了。我送过你了。哎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也要去。小孩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在家待着。真的，这考京大，不考融大。嗯，决定了。哇，终于想通了啊！哎，要我说啊，这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还是阿姨厉害。不过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的。不是，既然阿姨都已经答应了跟你一块儿去了，那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？要我说，就是你这心思太重了。哎呀，有目标冲就完事儿了，不是吗？但是万一，我说万一啊，我说万一，如果是我真的考上京大了，你没报，那我是不是就成了？乱拳打死老师傅。不是，你对自己就这么有信心啊？那可不，我蓝静辉认定的事情，一定会做到。行，不过我劝你现在还是好好考虑一下，怎么解决你那个冤家表妹吧。我想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就发现这个苏小妹的话，平时在我这个房间里边真的是到处翻找。他呀，每天都来看我打球，你们没发现吗？我都快腻了。他妈是不是那个有名的作家？是啊，还是我老师呢。哎，你们说这姑娘今天会不会来看茂哥打球呀？我赌不会。哎，我赌会。我赌会。
这还用说吗？只要我个消息，他绝对会来。哎，你别吹牛了，到时候他来不了，看你干不敢干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他了。今天说好了，谁输了谁请客啊！哟，你哪次不说手下败将了？学紧张不会来了，没有，正好过来放松一下。那你等我打完这场，我就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嗯，好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嗯。走。马一鸣，你干什么？你能不能离那个人远点啊？什么？马茂，你知不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？马一鸣，你跟他很熟吗？他是我师哥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他好不好我比你更清楚。我跟你说真的呢，我不想让你受伤。我跟谁走得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管我？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根据天文预报显示，8月22日将会有一次非常罕见的木星和土星相合天象，届时木星与土星的角距离将会达到6.19分。从地球上看过去，木星与土星的距离将会极为接近。专家称，我国境内最佳观测这次天象的时间是21日傍晚天黑后的一个小时。你怎么打扮得跟个明星似的？谈不上明星吧，曾经的 Captain 陈俊吧。那你把我叫过来是要干嘛呀？我是好不容易找了个卖书的借口才溜出来，你都不知道所谓的隐居傍地为妻呀，一个都不松懈。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你误会人家了？不可能。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有鬼呢？这就是证据。这是根笔芯儿 ？Of course。你是不是傻？不好意思帮你弄断了。但是你这也太傻了吧！带根笔芯儿来书店。那别用这个。碰都不能碰一下，记住没有？啊，知道了。你赶快离开我的房间吧！走走走走。我要下楼去吃点东西了，你别动这里啊，别动，听到没？你不是说你那个表妹常年在国外，好几年都没见过了吗？
他能有什么企图啊？对呀，这才是最可怕的，不是吗？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不对劲，但你又说不出来他哪里不对劲，你不觉得想想就不对劲吗？这件事儿。可是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呀。别呀，我表妹不是很乐意跟你聊天吗？那你就跟她聊啊，你就趁她不备的时候探探她的底细。我不去。啊。这个忙一定得帮兄弟。那我能有什么好处啊？二表舅，好同桌，好兄弟。如果你帮了我这个忙，三年高考，五年模拟，我吃我也给他吃完。哎，打住！你今天就算是叫我爸爸，我也不答应。爷爷。滚！啊？有点没听清。爷爷。差不多得了啊！哎，你看，走，生气了？你这就生气了？哎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哎，我去试试，行不行啊？可不可以？说句话呀！哎，我都答应你了，你看你别带上，这样挺帅的，你看是不是？啊？哎，说句话，我都答应你了，来吧。确实，哎，帅，第一无敌，帅。林东哥哥，哎，来了，我帮你点好了，这是他家店的招牌。谢谢林东哥哥。怎么样？好喝。你是每年都会回国玩吗？没有啊。我特别喜欢到处去玩，我刚去了阿塔卡马。阿塔卡马我知道，夜空晴朗率非常高，而且是全球公认的观星最佳地点，我有机会也想去。那下次我们一起去啊，我熟，我给你当导游。行啊，那有机会。小丫头片的，还两副面孔。别被他迷惑。以后我们一起去。林东哥哥，你成绩又好，长得又好，哪儿哪儿都好，怎么会和我表哥这样的人做朋友？哎，你表哥这个人啊，确实毛病多。脾气差，成绩又不好，做事不讲规矩，还不讲礼貌，而且有时候吧，还憨憨的。啊，对。憨憨的，所以除了我，几乎没人跟他做朋友。哎，那你作为他唯一的朋友，你是不是很了解他？那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那我考考你，他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在哪？最重要的东西啊？哎，是什么？就证件啊，银行卡什么的。哦，你说这个？你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问这个呀？还不是为了多了解一下他。哎呀，这个奶茶真好喝，我再买一杯带回去给我外婆。差点说漏嘴。帮我来两杯你们家招牌奶茶。好的，稍等。帅哥无事。你表妹确实有点古怪，她好像很关心你的证件还有银行卡在哪儿。完了，我的密码她都知道，奔着钱来了。那是你表妹想什么呢？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盯住她。别说，这面包还挺好用的。吓我一跳！那可不，这面膜可不便宜。你大白天浪费我面膜干嘛？你不也在敷吗？
但我一看这个人，我想起我之前看一个电影，电影里面那个小偷也要偷男主的东西，小偷竟然去男主的家里的卧室和书房去翻，你说哪有人会把那么重要的东西放在卧室和书房，对不对？那不放书房放哪儿？保险柜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放在保险柜，那就等于告诉小偷，三个字，快来拿。那要是你，你会放哪儿？我的话，哪里？我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我最值钱的肯定就是我那些球鞋什么的。但球鞋那么臭，谁会偷你鞋啊？对不对？你这个人就没有安全意识，很多东西都是不能乱放的，比如钱包啊、身份证啊、银行卡啊、护照什么的，这些东西丢了都很麻烦的。那么重要的东西，我肯定是放在储藏室里面，包裹得很妥当。哦。最近可能是有点太累了，皮肤真的有点干。行，我先去洗了，你接着看吧。放这么多臭袜子干什么？难道是障眼法？多拉盒子是什么东西？还有锁，应该就在这里。钥匙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钥匙啊？这么早啊，露西！所以你早就知道了。你的演技实在是太差了，被我一眼就看穿。我要告诉外婆，骗我欺负我。不好使啊！我现在已经不吃你这套，给我变回去。如实招来啊！拿我护照干什么？你这么对我，才不会告诉你。你确定？Oh!
是不会向黑暗势力低头的。行，说还是不说？我求求你告诉我你到底要干嘛，我可以给你买任何东西你想要买的，不管游戏皮肤衣服还是说保养品奢侈品护肤品，你告诉我吧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，你别逼我使出最后的大绝招。我苏小妹就没有弱点。各位观众，带你们来见证下期。干什么？差不多得了啊！哎，你坐你的，我拍我的。我要上厕所了，你们三个叔给我出去！3、2、1，别这么转，打个喷嚏吧。